谢陈科平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演出。下一首曲子为莫兹可夫斯基的 Caprice Espagnol。 莫兹可夫斯基为波兰著名的钢琴家、作曲家和指挥家，作品以创作异国情调，特别是西班牙风味的作品著称于世。而这首 A 小调无论从旋律、节奏还是和声，都带有浓厚的西班牙风味，华丽快速的音曲和和弦又很叠七分，最后再回到主题，推向高潮，直至尾声，完成这首华丽的西班牙随想曲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江嘉欣同学带来 Caprice Espagnol。